人这个无尊的，我觉得。我的肩膀是好了，好了，对，这个是痼疾啊，旧伤，很多年了。以前就是因为这个问题，我不敢去环岛。那我这次就想啊，管他就拼了。然后这一路上啊，也有人帮我这个物理的治疗啊。哎，结果骑到尾声，我这个居然不痛了，就是我每次一两个小时，它就会紧绷，然后没有办法动弹。所以这是应该是我身体上最大的收获，最大的收获。那当然，我的心灵啊，心灵有提升。哇，讲到心灵，心灵，我整个人浮起来。我主要是轻浮，真的有一点修行的感觉。因为你知道，这个自己在骑车的时候，你虽然好像是一队人啊，是，可是自己跟自己对话。有时候你知道，我们今天骑完，你想到明天还要骑，你想，哇塞，明天还要骑啊，多几公里啊。可是你在骑的过程当中，你是在消化这些事情，然后再调整心情、心态。因为以前啊。当不同年龄的状况，就是有时候是不想做的事情，你也要做，对，可是会心里不爽，对。那现在就是你知道去怎么样调试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看到这个不同年龄层每一人的状态，啊，你就知道这世界上很大，很有趣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是，我可以把它讲到有趣啊，多委屈，我们每个都收获很多了，对对对，所以。给我们所有的队员们一起陪同他能够完成这次环岛的任务。好看好耶，这个要颁发给我们的刀哥。看到亮哥的部分呢，是，真是惨不忍睹。